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今天出瓢里去，有补贴嘛？我们种的罗汉果有补贴嘛？现在出去领钱去，走吧。带的人太多了。他去年过这么得得练得就得练不得得。今天发布完明天还要发一天吧？发两天。要发两天哦。一天发几百万？1000多块钱，还行。现在准备去河边钓鱼去，拿上渔具。走啊！这个水有点烦咯。到了，就在这里钓了。这里，哎，这个水比较好哦，多多放鱼。这个水有点偏大了，小一点点就好了。哎呀呀，有鱼了，有鱼了，上鱼了不？看，这不大一条，哇，这不大一条，你看，可以哦。可以，快点上鱼吧，哈哈，多钓一点鱼，先把这个鱼吃了。还没有动静了，快上来吧。哎，上了，哎，比较大这条，哎呀，掉了，哎呀，到这里了还掉，难搞哦，哎。好不容易钓上来一条又掉了，继续吧。哎，上鱼，好，比较大哦，哇，这么大一条大眼鱼，哎，行呐。希望快点上鱼啊！多上点！哎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么大一条河没有鱼呀、
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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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那我这么大一条，大眼鱼，有货啊。上鱼的没有动静了。要上了，要上了！哇，这凶啊，这条！看，这个大条，还行，也是大眼鱼。今天钓的都是大眼的多，那蓝刀鱼拿了几条小小的。就是大眼鱼，又上啦，又上啦！哎，这条比较大哦，别钓哦，别钓哦，来来来，大眼大眼，爽啊！这条，这条还行，哎呦，收获还可以。快点上货，多多的鱼上来。哎，又上又上。哎，掉了。上来。要动一下，要动一下了，就等你上钩就回家啦，快点啦！哎，看来不行了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们也要回家了，收摊收摊，回家了。天色已不早啦，看看今天的收获吧。哎呦，也有十多条，哎，还行还行，哈哈，够一餐够一餐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有喜欢我们视频的，点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